我不管啊，你自己的事你自己处理，现在走，听懂没？走，枕头给我。哎，我滚！干嘛呢？不是，这是你找的不？这个是吗？这是哪一出啊？不是，哪出跟你有关系没？我打扰到你们了吧？是不是？你来是哪出啊？谁让你来的？你让我过来干嘛呀？我跟你俩调节一下感情。那我当笑话？不是不是，啊、这个小姑娘。让我过来看这一出是干啥呀？这个本来就是笑话。哎，停停停，这个小姑娘刚才有人尾随她，然后她躲进来的，我俩不认识。你现在说谎话越来越厉害了哈，他那个脑袋瓜子理解不了啊，你跟他解释没有用，你瞅我干啥呀？埋汰我了。我再跟你说一遍啊，这女孩刚才外头有个男的就搁门口啊，有人追着他，他跑这躲一会儿，能明白不？不信自己瞅去。我咋这么认识？真的，我还不信大白天还有人没死。你爱他妈信不信，你就你找他来干啥，这就是你说的解决事儿呗。你咋怕你是不不是你不用害怕了，不是你没完了，哥们儿，来你过来吧。哎，你咋回事啊，哥们儿？嗯，你过来，来来来，过来。你干嘛呀？我就要送个礼物。送啥呀？啊？很喜欢吗？送女孩显卡呀？你认识吗？认识吗？不，你啥意思，哥们儿？你要追她，是这意思不？而你送女孩显卡，喜欢玩游戏。完事你给自己打扮的像个双面鬼似的。你要听你吗？不是。听见没？听见没？走，哥们儿。哎，等会儿。你等会儿呢？没事。那我不追你了。嗯。啊！你下回追女孩，你别委屈了啊！好了。显卡给我。滚！你也出去吧。我为啥出去？